餐边柜有六个抽屉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啊，所以八尺啊，一个是40公分，啊，现在缓冲还蛮特价的，啊，这个是药品柜，好，所以它可以拉到很长。那因为有时候放吃的东西哦，所以我每个缝隙哦都是有层板挡住的，啊，所以它都不会。啊，因为我比较喜欢简约，所以它的把手啊，就是一个上一个下这样，那全部都是做缓冲的。现在缓冲哦，真的是便宜好用又好装，那就是做到中间，假设做2公分，其实手不容易进去，你看这样手，那大概是做3公分，然后每一个就是好拉好抽，每一个都可以打开，所以每一个层板哦盖起来。它都会挡住，那成本是可以调整高低的。那为什么里面颜色不一样？颜色不一样，因为这是玻璃板的，我们有成本上的考量，不可能内外都贴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好吧，这是为了五个小朋友来做考量。你看，就是站，这就是那个那天躺在里面的那个柜子，啊，哦，蒙豆子的那个柜子，那个餐边柜就是很多那个叉子，那现在上面哦还没有先放，因为我刚上了那个木蜡油，是非常好用的卤拌涂料，周小安他们家的木蜡油，那还没有很干，还有一点黏黏的这样，对，啊，来这边就泡咖啡给你喝，茶包组是这个抽屉，不得了，然后光洒下去。非常的漂亮，好不好？白色的墙做底，北欧风，然后下面镂空，小灰机器人可以在下面招，修来修去，修来修去，好不好？好，不得了。